主，骏马爷。骏马爷，这里就让我来吧。你照顾好他。哦，好。如今的骏马爷啊，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底细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委曲求全的比较好。只要郡主回来，一切都能恢复正常啊。膏药的味道。什么？什么味道？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我听了，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对，要想出救郡主的办法。对，救郡主。对，希望我爹可以赶快救出郡主。我真的是一刻都忍不了。其实啊，这梅三少已经对你够客气了，知道你为了救他跪了一天一夜，特意让我为你煮了碗粥，而且还亲自替你上药，是不是？你也知道，我这是为了救他嘛，他做这些小事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对了，咱们劫狱的事情，你和秋华没被怀疑吧？那个梅思恒把梅府上下都问了个遍，一个都没有放过。还好我们早有准备，我和秋华过来找你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看见了，没有关系的。对了，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呀？青龙寨山匪被劫狱时，目前尚未查明，也找不到那个来送餐的店小二了。线索除了那名店小二，也就只剩下郡主那日见的蒙面人了。其实我在想，少爷说过，当日郡主差点被卖到青龙寨，不知道郡主会不会跟此事有关。他绝对可以信任，还有郡主的身份，切记保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只有郡主见过那个蒙面人，也许他能帮我们。可是郡主他说，他不记得有什么线索了。他呀，当时被吓坏了，等他休息一两日，带他散散心，就想起来了。嘿，嘿，那里，这儿。哟，伤好了？要你管。别提了，走，带你出去玩。我没听错吧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去不去？去。郡主，街上人多，不宜抛头露面，注意多遮挡。好的。走吧。协助劫狱的内鬼是谁？我们已经掌握证据，你们最好还是老实招供，否则等我们查出来，罪加一等。思恒。巧云姑娘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劫狱的调查有进展了吗？哼，郡主不是见过那个劫狱的帮凶吗？啊，对了，他还记得那个人的关键特征。找到内鬼是迟早的事儿。巧云姑娘，我要办事了。怎么没听小？